二瓶有够烂的。他们偷袭我。烂东西。
妈的，这个游戏虽然只有两大关而已，一大关分别是大概两小关啊，但是这个游戏因为是魔界村的架构，所以虽然是个很短的动作游戏啊，但是毕竟是学习以前那个任天堂大魔界村的那个游戏玩法，所以玩起来特别的困难。你们可以看我刚刚在玩的时候在爬那个树，它那个树标示的很不清楚，而且你看那个动作在操作的时候就有点那种 KK 的感觉，所以你不知道跳上去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攀到那个藤啊，你没有攀到那个藤，他妈的就直接摔下去摔死了。那这个游戏呢，它有四格的命，四格的命没有了以后你就死去一条完整的命，那这个游戏一共你死了三个完整的命以后，就一切就从头开始玩起了。那这个游戏的难度其实是颇高的，那它颇高的难度有很大的因素是在于它操纵的不便，还有它那个敌人，它那个敌人真的是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，从地上冒出来也好，从天上冒出来也好，然后在你爬梯子，在你爬藤蔓的时候，就在那边跟你飞来飞去，像苍蝇一样，真的是有够烦啊！好了，这个游戏就这个样子而已，它没什么特别的内容了。那玩完了以后就输入名字了，也没有什么好输入的，我看。就这样啊，这个游戏就只有这么短短的一个几个章节而已，但是它是有成就的，所以如果你们要挑战成就的话，不妨有兴趣的话玩一玩这个游戏吧，虽然是只是一个打发时间的游戏而已。好了，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